白蕉镇下山村是我区13个去年入选市级乡村振兴样板村的其中之一。下山村去年启动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分别开展雨污分流、村内三线下地、村道路高标准改造等项目建设。经过一年多的改造，如今的下山村实现了美丽蝶变。走进下山村，蜿蜒的乡间漫道、干净的街巷、整洁的农家小院、欢乐的文化广场，换上新颜的下山村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家园。下山村驻村干部佘村宇介绍说，环境变好了，保洁工作很重要。我们每天都有保洁员，每天定点定时的在那个村的道路还有那个巷道进行清扫，然后会每天有两个时间固定到村民家收集垃圾，然后村民呢每天也有那个定点的垃圾投放处，实现一个村收集垃圾的一个工作。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下山村的这个巷道啊，道路上基本垃圾是非常少的，乃至村民的屋前屋后基本也是很少可以看到垃圾的，整个生活的环境就有大幅度一个提升。过去村里的工作条件很简陋，卫生也不达标，村民反应比较强烈。记者看到两座外部白墙灰瓦、内部洁净明亮的公厕即将改造完成。佘村宇介绍，样板村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启动后，下山村将公厕和户厕改造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来推进。此外，全村的化粪池都接入污水管网，生活污水都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从源头上解决水环境污染问题。就是采用一个雨污分流的一个工程，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下山基本上都没有任何污水分流的现象。我们对这个村的那个河道进行了一个清淤，那个河道现在也可以说上面没有任何的垃圾漂浮。下山村的变化，80岁的村民赖博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说，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心情好，身体棒。现在好，卫生也高了，环境好了，现在啦，卫生好。除下山村外，白蕉镇其他三个市级乡村样板村的建设也在紧张进行中。这是该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打造的第一批示范带头乡村，通过辐射带动，引领推动其他乡村加快建设。此外，白蕉镇还通过多种宣传手段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在一本红色的白蕉镇乡村振兴宣传手册上，白蕉海鸬吉祥物小白蕉蕉可爱形象作为手册配图被印刷在上面。手册里都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等群众关心的热点内容。村居公告栏上还贴有以小白蕉蕉为代言人，宣传乡村振兴、三清三拆三整治、厕所革命等内容的海报，在全镇营造浓厚氛围。用我们本来白蕉海鸬的小白蕉蕉那个形象做了一系列的一个宣传的产品，让村民都真正就是对乡村振兴这一项工作有一个充分的认识，让他们就是更多的参与到我们工作来，自愿的去维护自己周边的一个环境卫生，各方面会让广大的村民意识到，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活环境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改变，让大家在就是说在农村生活到会觉得更舒适，更加幸福。旧貌换新颜，美丽乡村入画来。白蕉镇在实施乡村振兴工作中，通过打造一批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示范村，加大宣传力度，引领全镇乡村实现美丽振兴。Sunshine is saying hi.